我是于田，明天就是周末假期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要去哪边玩呢？如果你是住在中南部地区的话呢，明天还是会有阳光露点，是好天气。但如果你是在北部地区，很可惜啊，周末呢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雨势了。如果你要出门，也别忘记要带把伞喽。马上带你关心我们明天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台北、新北跟桃园都会下短暂阵雨，温度呢是19到27度。来看到台中呢是多云，温度呢是22到28度。再看到南部地区，台南、高雄跟屏东呢也是一样，温度呢是22到30度。就来到我们东半部地区，宜兰、花莲跟台东也是会下雨的哦，温度呢是18到27度。以上就是这期的世纪 news 生活气象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。我是于田，最后把时间还给棚内。